家好，我是 Jennifer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请关注我哦。今天我一个人吃早餐，孩子每个去做工了。这个是我的早餐。药材面线，就再一个人吃哦。这个是面线，用那个肉骨茶的汤来煮面线，不超香。每天早上就是起来之前吃早餐先哦，吃好早餐吃好早餐才做家务哦，然后去看我的花啊，然后去看我的青葱啊，因为早上先一肚子重要先。这是排骨，骨头你看，很硬的骨头，放旁边点，就不会吃了。吃了才有力做工。如果你早上没有吃东西啊，哪里会有力做工？我有时早上啊吃面包啊，或者泡一点麦露来吃啊，或者那个茶啊，喝茶啊，我都是早上吃这些的了。因为早餐的营养比较重要啊，所以有时早餐就吃了面线哦，或者煮面吃啊，或者吃面包啊，有时没有煮就外卖哦，没有外卖就是外面去打包回来吃哦。每个做工了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家，在家里自己煮来吃啊。因为现在这个疫情，我们又不可以乱跑，又不敢接触人啊，在家里煮比较好啦。如果一种到的时候，一个人种，每就跟住种了那个疫情，所以每次我都是在家里煮比较多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都是喜欢吃比较少的，虽然吃冷冷的，不是那汤冷，然后我可以给它去煮，给它滚，然后烧烧的喝。排骨肉，它吃饱了就做家务哦。很好吃。我用那种肉骨茶的那个药材哦，来煮面线，哇，真的一级棒，真的很好吃。来用排骨去煲汤先哦，煲那个排骨给它软，或者你要加其他也可以，加三层肉啊，加蔬菜啊，那种西芹啊，那种金针菇啊，或者加蛋啊都可以。如果你一个人吃，你要吃丰富的，你就加多一点料咯。如果你不要吃这样丰富的，就只是煲一个排骨，
放一个鸡蛋面线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嗯，好好吃。好了，就拍到这里啦，下一次视频见，拜拜。